可惜，跟爸爸来，我们娶你最爱的人呢。这是我们的婚礼，不可以。你不可以再逃避。为了我们的婚礼，所有的人都来。现在我宣布，这太荒唐了，范一峰，这简直太荒唐了！你在这耍什么把戏呢？一峰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们家天地才是你真正的未婚妻，你们两个在这结什么婚？我不会同意的，我不会同意的。峰，你冷静点。你冷静点啊！放开我！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是吧？方董事长，方董事长，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这件事？只有我们两个被蒙在鼓里，被你们杀得团团转。我这场婚礼不能生效，我不会同意的。范一峰，我要控告你们，控告你们！你躲开！你躲开！你，我跟你们没完！沈美凤，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你少插嘴！徐天丽，你也一样。可心今天变成这样子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五年前那场车祸，就是他把可心给撞了。可心的眼睛才会失明呢，而你隐瞒实情，你就是同犯。你闭嘴！这里没人会相信你的鬼话。有。我来作证。好久不见了，沈美凤小姐，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各位，其实我才是许天丽的爸爸，我还是这个大明星沈美凤的前夫。你是个无赖！你走！进去！不要说，不要说！走开！妈。天丽，我作为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我真的不愿把这事儿抖出来。可是作为一个人，都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吧。你当时开车出去造了事以后，你跑到我这儿让我帮着把尸体藏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根本就不是尸体。没错，根本就不是尸体，那是失去记忆的可心。不要再说了，可心，你不要管，
你也好好听下去好吗？当时他把你带到我身边的时候，你浑身是血，他让我帮他把你藏起来，他还苦苦哀求，说他不愿坐牢，就这样把你留在我身边，鬼匆匆地溜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用了调包的手段骗了所有的人。告诉你们，可惜他死了。你住口！我问你，你当时不是故意撞人的话，你不会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这么些年来，我真的不愿意把这事儿说出来。可是你们大家看看，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叔叔，我求求你，我能昧着良心不说出来吗？你们娘俩狼心狗肺，不配做人。你给我滚！你滚！你该死的！滚！打死你！你死！你死！没想到。出卖我们的居然是你！放开我！别忘了，你也有份儿。很抱歉，今天无意让大家看到这一切。妈，我想您答应我跟可心的婚事，我想得到你亲自的允许。你只要点点头就好了。新郎范一夫先生愿意接受乔可心小姐为妻，你保证将来无论是好是坏，对她的爱都不会变吗？是。新娘乔可心小姐接受范一峰为夫，无论高兴或者悲伤，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吗？乔可心小姐接受范一峰为夫，无论高兴或者悲伤，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吗？是。新郎和新娘可以交换戒指了。
问你们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们是来调查乔可欣车祸案子的。请问谁是许天立？他不在家，许天立不在家。沈美芳，我劝你不要再演戏了，该结束了。天立，天立，侦查先生，那位就是许天立。你就是许天立吧？妈，不，我们家天立没做那种事儿，那事不是我们家天立做的，不是。许天立小姐，请跟我到公安局走一趟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西风集团董事长未来的儿媳妇儿。今天的婚礼不能成立，无效，无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调查的是五年前那场车祸，和今天的婚礼没有关系。许天丽小姐，走吧。啊，不，你们不能带走他，不能。请你不要妨碍公务。不能带走他，妈，走。天丽，天丽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丢下妈妈。天丽，你答应过我的。你忘了你小时候的穷日子了？跟他们去，把话说清楚。去。骗的人是我，天雷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睁眼瞎子。可惜呐，这么多年受你们迫害，我却蒙在鼓里，还去帮他撒什么骨灰？我真是愚蠢呐！天底下最愚蠢的妈妈。Ha ha ha!